清朝政府是边台湾安指挥东西不予管理，革命民乱，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。朱一贵、林爽文还有戴潮春对抗满清腐败，这就是官兵民反。嗯，搞给政府进行动干咋？用台湾人挺台湾人上打，葫芦下架燕架上打，唔底下就系满清的造反法，全都当作客家割据一方，一边起义，另外两边就帮满清对抗。管理革命民乱，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。朱一贵、林爽文还有戴潮春对抗满清腐败，这就是官兵民反。嗯，搞给政府进行动干咋？用台湾人挺台湾人上打，葫芦下架燕架上打，底下就是满清的造反法，全都当作客家割据一方，一边起义，另外两边就帮满清对抗。